各位好，欢迎收睇呢一节天文台嘅天气节目，我系黎宏俊。嚟到六点钟啊，各区嘅气温啊系大概喺26至29度噶。而天色方面啊，喺维港望出去咧，可以见到天上面咧唔算好多云噶。其实卫星云图咧就见得到啊，整个华南地区同埋南海北部咧云量都系偏少噶。其实我哋系受到一个高空反气旋嘅支配啊。裡面的空氣主要是向下沉，所以不太利雲的形成。我們預計今天繼續受到高空反氣旋的支配，天氣會是大致天晴，早上局部地區有驟雨，而日間天氣酷熱，最高氣温大概34度，吹和緩的西南風。要注意酷熱天氣警告是仍然生效的，所以大家要繼續做好防暑的措施。而預計今日的最高紫外線指數啊是12，強度屬於極高，所以大家要盡量避免長時間在戶外暴曬啦。而未來兩三日，我哋繼續咧受到高空反氣旋的支配啦，華南地區是普遍晴朗同埋天氣持續酷熱噶。而同時間受到一股西南氣流的影響咧，廣東沿岸咧係會局部地區有驟雨嘅。咁所以天氣展望方面，預計未來兩三日天氣係會持續酷熱噶，咁同埋咧局部地區會有驟雨嘅。咁所以未來兩三日，大家記得做好防曬防暑嘅措施啦。天氣講到呢度，下次見。